有人去看那本书可能较详细。咱要来讲的问题是台湾的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的过去现过去现在甲未来啦，哦。啊，我想，但这个问题我变来讲起，我一个副标题讲，副标题主要要讲啥？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一定成功？讲台湾民政府的过去、现在、甲未来，哦，一个横杠过来讲，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一定成功？哦，我这可能安尼讲，可能甲大家较趣味。第一点，是安那我先讲是安那，因为台湾民政府的成立是有根据的，有法律依据。咱若真正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国际上徛起，有一席之地，什么代志拢要有法律根据。是安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无法度在台湾永久存在，因为伊无法律根据，伊是一个流亡政府。伊并无讲日本伫旧金山和平条约讲，我这块土地我放弃了，交予你中华民国。所以无土地，伫这个所在无人民，干那流亡难民尔尔，嘛无主权，对台湾无主权。做一个国家，伊要有四个条件，就讲伊要有迄个固有做啥固有的领土，啊、哦，永久的人民，啊，这人民。永久的人民都无伫这所在，都唔是伊固有领土。过来无永久的人民，台湾人是一夜之间由日本人、日本的台日本籍，或者一夜之间改做中华民国国籍，迄是临时的，唔是永久的人民。过来就讲爱外交权，伊嘛无外交权，有外交部唔对，但迄个外交权是假，是虚的，唔是实在，到处伫海外挂的拢是什么？文化经济协会，还是讲有诶无诶，遐古古怪怪诶名称，每一个所在拢名称拢无共款。当然有几遐小朋友咧甲伊进行外交工作，但是拢是名不见经传，人口足少诶，十几万，上计是几百万人口诶迄小国家，无人要甲承认嘛吼。所以伊无外交权。啊，伊政府是流亡政府，毋是真正诶政府，毋是咱台湾人诶政府嘛。所以根本就无人要甲承认，就是讲伊无一个法律的依据。咱有，咱是根据啥？国际法、战争法、军事战略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咱来成立。咱哩，然后当然咱来感谢咱的秘书长林志升，真勇敢站起来去告美国政府，遐告得了，甲告得了。咱有充分的理由讲，你无遵照军事占领法，甲阮辅导台湾人民本土的在地的民众来成立民政府。既然美国军事占领单位也无来甲咱辅导，中华民国这个流亡的代替占领的单位也无辅导咱成立，那我家己来成立，我家己来成立，才甲你讲，我已经成立啊，你爱甲承认嘛？结果伊拢无讲唔好，也无讲安怎，但至少是默认、认可就对啦，认可吼、哦。啊，认可了，当然咱就爱甲超真明显，互大家拢知哦。咱讲八月、七八月要去西藏，嘛是要甲超大家拢知。咱去日本嘛是要超大家拢知，去美国办酒会要超大家拢知哦。啊，咱就处理啥？处理咱的真固定的。真合法的一个地位安尼，这是咱成功的第一步。你啊看，其他联营有安尼做无？其他联营，咱看台独联盟，伊无啊，吼、哦，伊无安尼做啊，伊根本无去了解讲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是安怎。啊，干那底下讲，哦，旧金山好不了。日本放弃，并无讲要交予中华民国，所以我要对中华民国独立。啊，中华民国都毋是你的主人，你咧叫伊对独立，哦。啊嘛，敢想哦，来甲中国沟通者，咱就会当独立，对中国独立出来，这嘛是无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
所以走到不对路去了，走不对路去了、啊、民进党呢，他是蒋介石一手主导出来的，就是他是一手主导，他走到跟中华民国跟国民党的插选举也已经误入歧途了，因为选举是一个社会控制的手段，也是要处理中华民国正当性的手腕，你反对成立的反对党，结果呢认真去跟他做选举，跟他参加选举的结果，把我们台湾人牵起一个、哦、无真正的方向，无正确的方向去了，大家都一个无用选举、啊、选举就是在承认他的通知你台湾人北西台湾人的正当性，我们头前有说过了、哦、所以这都不对的。过来你说李登辉一直主张的正名制宪也是一样，你一旦是总统让你当选了，你说要来做正名制宪，你已经在中华民国宪法面顶手搭在中华民国宪法面顶，你宣誓说你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既然你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你就不可能正名跟制宪，这样是我们就真清楚，没什么过去李登辉时代跟阿扁的时代都没法正名制宪、哦、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盲点，所以这三个重要的这个立言的团体都误入歧途、哦、都误入歧途，所以不可能带我们台湾人离开这个、哦、脱离中华民国这个长期的这个殖民统治，这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说明的。第二个点就是说，所有你看这个不管是台独联盟，因为台独的是最早开始发动这个反对国民党的，还是国内党外的跟日后的民进党啊，跟李登辉所有的团体，看起来有某种程度的开放跟某种程度不开放的所在，最不开放的是台独联盟，它是秘密的组织，秘密的组织，他们早期在美国在反对国民党的游行里面都戴头盔，都戴什么，戴那个黑布啊，大家不知道知道吗，那个1978年不就伊朗的革命，伊朗革命之前留学 在美国流行留学的那个伊朗的学生啊，如果要去抗议那个美国，还是抗议这个巴勒维国王时，都戴黑的黑布啊，好像目睭看得到哦，鼻子跟那都看到目睭流出来，啊，在黑布这样、哦、去那游行，不要让人知道说他就是什么人什么人，因为如果翕相就知道什么人什么人，等于跟伊朗就要关，台湾也一样啊，我们台独联盟早期在抗议国民党的时候也是一样，戴黑的布在那里盖头盖到这来，啊，只是目睭流出来这样而已，啊，指挥者当然知道那是谁，但是外国人翕相的时候不知道那是谁，他如果是翕相起来，国民党去翕相，他也把那相片寄回来台湾，一旦你要回来台湾的时候，机场把你斩起来了、哦、当然跟1990年的时候已经没把你斩，把你遣返，你不可以入境，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变成一个癌、哦、所以就是说那个阶段的时候台独联盟的运动是非常秘密的，但你因为非常秘密啦，国民党敢就可以让你保守秘密，我现在在这个事的所在说在白话去，国民党他自从他入到台湾发生一些事件，他灰头土脸美国当然跟他责备，我叫你来代理战，不是叫你来杀人的呢，你给他杀一个人、啊、我后来要怎么对这个本土台湾人交代呢，所以进入1950年的时候他风雨飘摇，他很怕美国给他淹掉的，所以美国在说什么他就要做、哦、他就要照做，然后他进行什么，对台湾进行很严密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 social control， 这样去进行社会控制，我在这里说是要说一些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单纯、哦、认真打拼为了三顿、哦，为了过三顿，拢认真拍拼，也无迄时间，也无迄机会去了解讲人伊安尼做进行社会控制。我只是只是说直接讲起，咱这个年龄的人，50岁人拢知影有叫做沈志业，知无？你知影有一个沈志业先生无？伊做过调查局局长啊，做足久的哦。伊的名言就是讲，
一日调查局，终身调查局，所有调查局的人啊，伊游说说，在任的时游说说，如今照常领薪水，如今照常做县民啊，照常有薪水通摕哦。所以现在咱我讲调查局的人，大部分拢包二奶包三奶，有钱啊。伊做调查局的人，做调查局的时，伊唔免做啥工过啊。即吼，假使讲市内有一间店，生意足好个。吼、哦，哎、啊，一刚刚无代志，就坐伫迄个角头遐咧，窃听什么人讲话，什么人咧，你甲什么人见面，吼、哦，啊，啥人甲什么人咧反对国民党诶，伫遐咧窃听啊，录音做窃听录音的工作，啊，伊代表是讲到处啉，到处到处吃，到处喝，吼、哦，啊，当然伊要去倒一间店，一定有消息咧，一定有一挂消息，咱就讲咱电话拢窃听录音的嘛，所以你要进入新闻馆，甲你窃听甲录音。然后我就知影讲，恁约伫倒一个所在见面 ，OK？ 今日约伫这个一间摩甲咖啡店，哎、欸，我就派甲恁公公找几个人去遐布点哦。咖啡店恁生意比较济，慢些做伙，啊，就听讲因到底讲啥，咧创啥，伊是无必做啥代，当外必做啥，拢真清楚哦。沈志毅，大家个想法嘛？沈志毅伊是头先有一个讲，伊是摩尔东的秘书呀。对，沈志业死的时阵啊，台湾到家隆重改埋葬，还是讲隆重改尊崇啊，做啥物动作？无呢？伊死的时阵啊，中国共产党伫中国啊，佮办一个盛大的什么追悼会啊？沈志业伫咱这个所在做调查局局长做遐久，结果。李登辉时代就发现我哇，这人原来是共产党啊！啊，原来共产党啊！啊，沈志毅伊伫台湾创啥？伊做调查局局长咧创啥？伊咧训练台湾人啊！伊甲蒋经国讲，咱吼要安尼来控制台湾，一定爱用以台制台的政策嘛！你要去甲台湾独立吼，独立人民吼，讲破心，你莫直接派你中国人去啊！你派中国人你。入面人就知影讲，啊，你中国人，你要白啊哩！但是我就是训练台湾囡啊，甲你混进台独联盟啊，对内底甲你解，甲你瓦解你的组织啦。所以你内底啥物开会内容，你开会了，马上我这边就知影你下一步要创啥。你要派啥物人登来台湾爆破，马上就知好。你即个入去甲海迄个咱的海关的时候，我话睁眼闭眼，反正你无炸啥物件。我嘛准备，但是我就开始甲你追踪，你甲什么人做伙？你甲什么人联络？所以吼、哦，扩大你的逮捕范围，甲只啊相关的人拢知影讲，这个人甲这个伫海外转来大陆人民派什么人转来派某只转来，甲这个台湾先，甲某人某平某丁拢有联络，我去这人拢爱特别注意啊。啊，然后伊咧进行活动的时，唔捌一个成功的啦。各位，你也去有时会去来看。我迄、那个，我拢定袂记人名。有一本册叫做《台湾参事台湾蚕食档案》，迄写啥？写啥物人写？姓贾，姓贾迄个人写。伊较早伫台艺，伫台艺电视台主持节目。谢国珍。叫台湾蚕食档案，即摆伫高雄嘛，主持一个电台啊。谢国珍，人一夜啊，三散啊，看起来无办，不过不只要用功，写一本是《台湾蚕食档案》，遮尔啊大本，甲所有伫即个战后以来，伫国民党中间杀死偌济人，啊，什么案，拢写写真清楚。吼、哦！啊，台独联盟派人转来一个，拢到尾拢去，这个国民党给破获，啊，然后判刑，关的，无枪杀，啊，啥无枪杀，美国伫后边的，唔敢甲枪杀，吼、哦！但牵挂足济人，除了讲你有去爆，有人讲用爆破的迄条就有枪杀，啊，你若是还未发生这代志时，拢在关尔。沈志业训练过来的，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做国民党的马前
族台湾人，伫美国有三个，伫澳洲可能是两个，我拢歹势讲名。遐人伫你顶位时代拢吃香喝辣，拢足食芳的。我卖讲啥啊？你慢慢去想遐济啦。我讲有些人阿扁啊上任了，马上做外交部长。阿扁也唔知呢，唔知讲伊是第十国训练出来啊。啊，有人去阿扁讲讲，啊，你特别改革，你来用一个叫别做外交部长。阿扁讲啊，我唔知呢。啊，迄就是阿扁哦，家己本身哦太无用心。伊若有用心，要用这人爱去问李登辉。伊嘛无去尊重李登辉，嘛无去问，所以伊在底作一突出的人事命任命案，无法度为台湾人做代志，无法度为台湾人做代志。但是当然啦，就是李登辉时代知影讲伊的背景，伊嘛唔敢无用，嘛是较重要啊。李登辉时代所用的人，无就是国民党的核心呢，无就是。调查局训练出来，我顶个有讲起，就讲个做个用人诶。李登辉以后哪来做过新主席的时，伊就开始变作中央常务委员啊。中央常务委员，伊任务是要分组的，伊甲王生港州，伊甲王生港州诶呢。王生港州，王生甲1982年的时，因为为着虾米？为着伊去美国访问。美国方面甲问讲，蒋介石健康恶化，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无？伊讲恁放心，我拢安排好势啊。啊，即句话呢，叫《中国时报》的记者知影，马上甲余志中看讲，余志中倒来就甲蒋介石报告讲啊，王兴伫遐讲，恁拢免烦恼，我拢已经有安排好势啊。迄、那个阶段安排啥物人？当然就是因为贾东敏是副总统嘛。啊，所以四大公子贾龙敏因囝，吼、哦，都包括伫内底。啊，贾龙敏参马志壮，就是讲台湾人、台湾的政客参即中国人民的优秀的分子，拢已经有挂钩。啊，对一个独裁者来讲，这是威胁到伊的子孙的安全的。伊真知影讲，遮种系统的人是不可靠的，特别是王先甲李焕是不可靠，所以伊对遮人开始落杀手，毋只罢黜王生，李焕嘛已经换来啊。李焕一直甲尾仔时，甲伊就炸进前伊就落来，人讲王生李焕换下来，甲1981年、82还是83吼。可能83啊、84的时阵哦，在做中央大学的校长，就拢有解贬义的迄个意思。啊，所以这内底大概是咧啥？以贾龙敏为中心嘛，啊，这戆戆贾龙敏伊想为着要做皇帝啊，因为中国健康恶国化，所以伊当年过年拢伫沂水，阮沂水，伫咧请客，伊做副总统中间，当年过年哦。拢南投县的、彰化县的优秀的青年，拢请来吃饭。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大忌，犯严重的大忌。所以阮二叔乡长也对着我讲：“哎、欸，啊，董明先咧请人去，你也拢无来。”讲乡长，我都无收着贴，我到边来去啊？因为我明年放贴去，我明年放贴去吼，啊，你爱到厝等。啊，过一冬的时候，哦，我嘛都出单呢，我在拍一头单，等看我跳下来，因董明先生要请食饭。我若启动的是要看到底是什么人来参加这个宴会，哦，啊，到底因讲什么话，到底讲了对唔对，做了对唔对？我感觉这是危险的，哦。欸，我伫厝里拍一头，根本都无人送跳下来，佮拄着乡长的时候，哦，我你要送跳下来，
伊煞掂去，无再回答。啊，我嘛无遗憾，啊，我无遗憾，因为我感觉迄是对董明生来讲是负面的啦。果然无唔对唔对，到1984年的时候，就讲要选总统的时候，就董明、蒋龙明的名都无啊，都换李登辉啊。哦，即是讲因为社会控制就是安尼，沈思业伊训练足济台湾囡啊，伫调查局来试探所有台湾人咧创啥嘿，台独联盟伫澳洲咧创啥，台独联盟伫美国咧创啥，台独联盟伫日本咧创啥物，所以伊想要保守秘密，有法度保守无？无法度保守。我伫1977年、1978年的时阵，迄阵我感觉讲，台湾人诶对国民党诶斗争完全失败，真烂诶。就是讲手腕真歹，我有甲因写过两张批，但是我写批我毋敢对我迄个州发批啊。我倒有代志要，但是讲我伫往南行，我要去弗吉尼亚，我车驶去啊弗吉尼亚。啊，去到上远的所在，皮夹甲落去油桶里。啊，无我去往北行，我去嘛是手术室，我着车驶到嘛是手术室，去到波士顿就甲落去，皮甲落去。啊，无伊即摆既然是甲伊查伊英先生啊，是讲干毋咧查你台湾人咧创啥物啊？对照笔记就知影，啥物人写的，安尼啊。我台独联盟讲，恁内底一定有足侪尿白的，因为国民党绝对无放恁甘休啊。所以无互恁好食困啦，哦，所以你要看卖，大陆人民就是安尼，会创啊分崩离析，无力，哦，无力，这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所以我真钦佩秘书长的主张，讲咱拢开放，咱拢无秘密，啊，国民党来交6000块，咱嘛甲上课。共产党来交6000块，咱嘛上课；哦，民进党来交6000块，咱嘛上课。咱拢无秘密，唯一的秘密就是个人资料。什么代志我拢公开出来，你唔免来甲我查啦，唔免查人查西。在座各位老者不要嘛无要紧。咱过去训练遮济人，千外人、2000人，内底拢有照片啊。咱去东京的时候，照片对咱去，甲咱翕相。看什么人哦？你打哈欠的，食饭的，吃相难看，拢甲翕起来。然后寄转台湾铺上网疯狂，因为台湾民众拢假人诶，安尼甲咱诋毁，你甲咱侮辱咧。啊，代表讲啥？咱去对咱去诶嘛，要不要伊咪出几万去开啊？但是出几万一定毋是伊出个人出来啊，因为调查局也是，只不过是替出钱啊。你知道？要不要是吃香喝辣呢？伊咪做啥代志呢？伊敢若讲？打小报告呢，人讲报备啊报备啊呢，啊是讲收集资讯呢，啊报去面顶啊就钱就来啊，这是工作足轻松的啊。哦，咱内底有这款的人，但我一再结果，你若是做到讲危害咱这个单位，咱现出事，咱嘛无公权力，无甲你处分。但是咱若真正有具体的事实，咱会甲 CIA 报告，和 CIA 去处理。啊、哦，这是咱要甲大家。提醒的一代志吼，咱是希望讲，不管你是共产党、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你叫不要拢来上咱的课了。伊讲讲，这是正确的路呢，啊，我们行到走到歧途去了，我走的是违反台湾人的意愿，违反台湾人的利益，安尼我坦死，我爱修保修家己，我爱改过自新，然后替咱做代志，因为。足侪了，表兄做过真好训练，伫国民党内底，伊用咱纳税人的钱，拢甲你训练，甲互你足厉害。咱是希望这类人才爱来，咱爱将来建立咱家己的情绪系统。因咱将来要做啥代志，咱要转型正义，所有走去国外，不管走去美国、走去南美、走去非洲，伊若只要伫即撮贪污啊，咱要斩落倒来，拢一个一个甲掠落倒来，钱也交出来，若无就是斩头、枪杀。用军事法庭来给判罪，所以咱需要啥？咱需要集结叫别人来参加，参加了，哦，来给咱倒做代志。啊，
会当洗刷你过去的罪恶，啊，为台湾建立足大的功劳，那是希望安尼啊，吼、哦。所以在座若是有照片啊，即摆就要开始上面反省，上面爱想看讲将来要对咱这度，还是要对这个流氓政府继续做歹代志，吼、哦。所以这是对这讲起讲，咱的策略，先来讲咱的成功，咱的策略甲大陆人民不共款。哦，一打物件，哦，要收，惊人知，惊人知，吼、哦，想、哦、我咧做这代，我派人去等于爆破啦，等于、做革命性的工作啊，哦，那像天衣无缝呢，啊，结果咧，啊，一案一案拢向查出来，因为啥，伊内底内部都已经有照片伫内底，个人有头有面的，个人受过古典教育，摕着博士的，吼、哦，啊，一般人看袂出来，一般人看袂出来，吼、哦。所以吼、哦，咱的政策是对的。过来，咱的主张甲因拢无共款。咱主张啥？咱是遵守国际法，吼、哦，无暴力，咱非暴力，也毋免拿枪拿刀去甲伊刣，吼、哦。啊，咱是透过法律论述、法律诉讼，吼、哦，一个两个办法。过来就讲，咱对殖民政权的所推动的政策，甲伊的活动，拢无爱配合，啊嘛无爱去合作，吼、哦。所以咧，咱甲民进党无共款。民进党是企图讲，哎，我要来参加选举，但是选举一定拢袂啥赢的。啊，变当选第一遍会赢是安怎？伊会赢是因为三骹拄，那是连胜配，伊绝对输。所以伊是扣着的，但扣着来，伊毋知讲，我既然是扣着，我都爱真拍拼，我都爱步步为营，我都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代志做好，无空方通方甲你乌白母。结果伊毋是，伊当选咧像伊足敖的哦，夭寿。我安尼吼，高囡仔尔三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我着当选总统啊，不得了！啊，那像伊是真正上帝派来的，那像天，人讲天啊，这天主啊，天的。天的儿子同款安尼，咬牙呢，安尼人的话拢听袂进去。别人甲讲的，要应该安怎，应该拢无咧听，拢听袂进去。而且呢，为所欲为。而且呢，因某咧收红包，也无甲阻止。人李登辉的做法就无同款。李登辉在任的时阵，换遐济部长。一定有很多人事上的包围，那时候人事上的困扰，有人去找他母，他母就说，啊，就没什么人哦，很优秀，啊，你是，为什么不要给他摆一个职务？你怎么说呢？你渣人，你不要给他插事情，渣人你不要给他插事情，啊？是啊，因为渣人你不要给他插事情，这不是渣人的事情。啊，不然不是啊，他要用什么人做部长？要用什么人做董事长，要用什么人做总经理，拢爱透过吴淑珍呢。啊，吴淑珍用啥来看人啊？用啥来看人？用钱来看人诶。各位，我有两本册，可能也不止两本册啦。一本是《行过台湾五十冬》，一本是《桃园起来》。这两本册看了人哦，我讲一个我。我的中上的先輩的故事，周清义啊，周清义是姚嘉文的太太，我拢叫伊阿叔。姚嘉文是我的学长，我看了我的车讲，哇，两本册拢提起吴淑珍头前讲，哇，这个人吼、哦、来做财政部长包赞的。吴淑珍讲，啊，有人推荐过啦，啊，这册我知啦，我有看过，搁放一边。哦，啊，就我不怨叹伊啥呢。我都无闲去做伊个官，等到2006年、2005年的时阵啊，2005年的九月，我伫一间财政部的保险公司做顾问，是1998就开始做顾问啊。迄年吼，九月时有一个案，董事会开会时，我做董事，我1998做迄个公司的董事啊。是邱胜雄做部长的时候，李登辉时代，
你根本嘛无叫我去做当事啊！你等于根本拢我拢清人挂面啦。是1996年，你等于选举时，我改写一挂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策略政策的分析。啊，前来讲要两税合一，啊，邱胜雄想要做财政部长，啊，我是主张两税合一，啊，所以邱胜雄要做两税合一的这个推动这个政策的时，伊就叫我去做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啊，做了一冬的时吼，我甲伊做足侪研究，吼、哦，终于最后完成，伫1997年完成。啊，尤其1998年开始实施啊，吼、哦，要实施，1998年的年头都要开始实施啊。啊，要开始实施的时，你另外就招只财政官来见面，讲，哎、欸、呀，都要实施这个两税合一啦，吼、哦，啊，到底两税合一对这个总体经济有啥物款呢？有啥物看咧？这个影响，我夭寿啊！这财经部会拢无人知啦。啊，你拄仔是生气呢，发脾气呢？明仔载都要实施啊！恁甲政党拢唔知，啊，这是要来做？哇，这对财经部长来讲真难堪啦、啊！啊，结果啊，伊幕僚甲讲啊，这都要去请教蔡教授，我马上打电话。啊，我怎啊较紧？伫两工内底。假使讲打电话已经拜我啊，我啊当时要爱这个股，用拜要爱，我两天内底我整理出来，整理一个股会，就讲实施两税合一以后，对总体经济影响是安怎？啊，我提一个表，我已经做过研究，做八年的研究，做这个物件，马上就做出来，啊，甲提供会啊嘛交财政部长，啊，财政部长就讲，哎呦，足感谢你，那无你我都无大安尼，我都歹过日啦。啊，所以讲，我来甲你安排一个三乡镇的董事，好不好？我啊，无啥唔好啊，无害啊，我可以啊。安排半年，甲六七月拢无消无息，甲七月先讲来啊，讲，因讲派一个人来催我，讲，蔡老师足歹势呢。三乡镇的董事，大家拢咧争，啊，所以拢排未入去。即要甲你找一个小公司，叫做三五保险公司，好不？讲啦，歹，你无人要爱，我就罔去啊。所以我就罔在学习，我讲入一世纪是保险的世纪，啊，这足好个。我伫美国嘛有保险啊，可以。我讲来，我来去啊呢，我就去啊。好啊，我就1998年去做董事，甲2006年、2005年先交会。讲公司一个业绩无讲去卖一个杭州南路的一块200平的土地，甲一个别庄啦。卖4500万，大家欢喜干呢啦！账面价值2-300万，只不过卖4500万，所以咱马上增加4000万以上的利润呢。我听下讲讲，飞也飞也，这个所在上少将来3亿的价值，你只不过卖4500万。我想啦想啦，我2002年的2月7日开始，到2005年1月10日，这中间土地增税减半的时候，所有的空厝拢卖了了啊！银行不良资产2条5000个拢卖了了啊！即摆过来是无厝啊！即摆房地产要起大个，你真卖是唔对的啊！大家听着讲讲，当时你讲啊，我哪拢无想着吃。当时你怎啊？伫10月讲请我食饭，讲要请我食饭。哦，我讲要请我倒去食饭啊！叫做世贸联谊会34楼迄足豪华的餐厅食饭。啊，甲我讲说有啥物人陪我食饭的？我唔知道到底什么来要请我食饭，食饭时钟伊就讲啊，今日请你来食饭是因为你教话是你当时会讲遐话，啊，阮对房地产拢外行的哦，啊，你入来做当时甲即阵即几年来七八年来咧，你讲话拢实现。1998年你来，阮讲要买，要用开始几亿，要买一个大楼，你讲莫要落去，要落去，哎，结果过着一直落到即摆。你讲这块地位起啊，可能你是对的，所以我只是讲，请你来做顾问哦，来搞安发到房地产，好不？啊，我就去啊。我去的时候，我公司吼士气无悬。我怎啊讲？我怎啊讲？总经理讲，我来创一个读书会。我的读书会是读总体经济，开放总体经济。啊，想来吼，蛮唔知讲我讲得真好呢。而且10几个人来听，哦，一日讲第一届尔，第二届就30几个，过来就40几个，参总经理、副总经理总来听我课。听千万古话话，哇，士气不一样啊！哦，士气拢无同款啊，所以当时长，
我找我去讲，哦，要是你来了吼，一挂少年的吼，安尼那个传闻讲，安尼有一个蔡教授安尼来遮甲咱讲课吼，讲啊，大家讲精神足振奋的，讲袂使浪费时间，都爱好好读书，去研究啥？研究总体经济，甲研究房地产，研究股票安尼。哦，伊讲像你这款人应该做董事长，啊，但是董事长叫了我来做，所以吼、哦，你委屈一下，咱二月初吼，一个副总经理要出缺啊。啊，你若无去啊，无先来做副总经理。啊，你若做副总经理，做了脑袋，我退休之后吼，可能总经理嘛得要退休啊。啊，你就来接总经理，安尼这個公司就有希望。我唔敢想遐济啦吼，但是我来问阮太太看嘛。我去问阮太太，我讲啊，我你一工干伫研究院咧万谈，总研究一工干咧万谈，等下咧万谈叹气啊，一工干叹气啊，因为袂爽快嘛，拢中国个势力，拢中国人个势力，吼、哦。未堪要互你喘气就对，我就足未爽快。讲无好啦，我就甲阮当时你讲好啦，阮太太讲可以，可以就车公务就送出去啊。哇，我伫遐等呢，我想当退动啊，退动啊，你要去做副总经理一个月薪水偌济啊？薪水是十五六万呢。我伫研究才偌济，做到要死啊，做三十档才偌济，才九万十万左右呢。哇、哦，加五六万，我就足欢喜，我就感觉安尼。你熬了那么久，好在有一个食物这边来，我在那等，哇，憨囡仔在那等，等啊等，二月初一定等，十月底，无消无息。我先去问邱正雄，伊讲哦，这摆跟以前无同款呢。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哦，我做部长，我若感觉什么人是人才，我签一个公文，讲要任命做什么职务的时阵，李总统从来没有一个 no， 伊就马上签去，我就用啊。即摆已经无共款，即摆爱坐啦，你也无叫人去关锁，佫无坐去变来使。伊讲吼，部长吼三安尼呢，部长是安尼呢，三差呢。啊，这个董事长嘛三差呢，总经理是爱一差呢，你副总经理爱五百呢。啊，你唔去送一个你五百，讲啊，我讲邱老师，我读册人诶，我足讨厌这个物件，佫送礼，佫送钱。伊讲若无送五百，你嘛送钻戒呢？诶，你迄个公司边啊，遐有一个。钻戒公司，你们可以比底下上钻戒去。哦，上戒我三百呢，我买他三百。我食饭都咧艰苦啊，我咧三百要提三百，我买去啊，无遗憾。我邱老师，邱老师，安尼好啊。我无要想要去，我嘛无去送你，我也无去送钱，绝对无的。我甲阮某讲呢。哦，阮某讲原来如此哦，某啥人某啥去做部长，听讲送三千万，果然是真呢，我夭寿啊！过来，等下十一月中，哎、欸，啊，边个讲找王金平呢？讲哦，北高两市的市长选举哦，那是有一个善事哦，有一个敢当选一个民进党的，哦，两个人拢去哦，啊，也是讲迄个，就是讲那。干了一个民进党当选尔吼，啊，伊就无民主个资格啦吼。请王金平留意一下，吼，这边两都选举吼，北高两市选举选了的时候，一旦民进党输一席，啊，的时你就出来资格，啊，你要准备。哦，王金平就真来找人呢，哦，你找人才呢，哎，有人家讲哦，你若做行政，你要有钱开，你都要找蔡教授，蔡教授可以无中生有。唔免增加人的税的，迄、那个人民的税款负担，爱增加你的税收。我这个人我嘛唔捌听过呢，我讲这个人我唔捌你呢。哎，你听过人？哎，我你听过人？我哪唔捌听过？啊，表示啥？我默默无闻，无人捌。哎，我是要跟我见面啦，啊，说一十一月二三，十一月二三我就去啊呢。哎，去到伊讲袂得来啦。伊幕僚讲找我，甲我讲啊，歹势呢，王院长哦，临时有事不能来，所以叫我跟你多谈谈。谈多久？讲四点半钟，甲考试啊。哇、哦，问足济问题，问甲呢，问呢，最后讲，哦，果然哦，你这方面拢足铁的，大家拢知。你若做部长的时候，王院长会当放心吗？唔免增加人民的税关负担，爱当增加税收回开。哦，这好，太好了，我来甲报告。哎，讲暗谷王院长哦，唔知当时才去做行政院长，这中间哦，你唔知啥代志，要甲王院长讲的。我想，哦、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这代志，我就甲讲啊，
对头到尾甲伊有意思讲讲，诶、欸，拢无消无信呢。哟啊，我见面的时候，我甲王院长见面，我甲讲，我报告这件事，请王院长敲一个电话去迄、那个。迄、那个曾生慈呀，曾生慈，迄个金控董事长去问看麦。哦，二七门外讲，哇，曾生慈要讲十万块是讲要我的人事资料，讲我的案子要审查啦。我怎啊？我也嘛想这当时的心，看呢对电脑给我寄去公司，公司怎啊转去总公司？啊嘛足紧的呢，二七迄工啊二八，哦，我都得要去产专会，又接个电话。赵金控董事长办公室的电话讲：“哎、欸，蔡老师，哎，对不起呢，咱的公司有规定吼，新进人员拢未使满60岁，你已经满60岁，过一个月。我无紧无紧，我无去无紧，因为我要其他工会通做。电话就挂掉。哦，过不外久，2008年政党轮替啊，政党轮替的时候，都一个姓王的。”较早做过财政部政策的，哦，起来做董事长，我有熟悉，我上去拜访。伊无得令，我怎啊甲伊秘书讲？你甲查看嘛，看咱公司的人事案内底讲，人事法规有讲，满60岁以上未使新任无？伊随甲查查讲，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这个规定啊！表示啥物？曾生慈，你担我的钱甲红包甲礼物，啊，要去甲吴淑仁讲，啊，我这拢无够。啊，所以就免甲吴淑仁讲啊，啊嘛用这甲挡掉，用人事法规，讲你已经满60岁，过一个月未使来做咱的副总经理啊。哎、欸，各位，这有精彩啊无？这有好咱真怨叹啊无？你讲国民党对咱定赢的学者，无甲咱中央迄种咱无要紧，啊是讲李登辉无甲咱中央，咱嘛无要紧，因咱无喜欢国民党的职务嘛。但即摆是民进党咧执政的时阵呢，爱用钱去买官呢，各位个想法嘛，咱台湾唔免乱谈啊！我唔是喜欢咧职务啊，我唔是无饭通食啊，我唔是无工课通做啊。但是讲即款的代志，你要用人才是要用奴才啊？你用奴才，结果是安尼嘛？阿扁的时代，八年中间至少5届人推荐我做部长呢，无3000万的关系嘛。我某甲讲说，你到底得罪什么人啊？我得罪着钱啦，得罪啥人？好，去做部长的人，代志做好，咱拢足欢喜的。但无一个做好的啊，啊，啥做无好？啥做袂好？无研究嘛，谈何容易？你讲即摆刘易如。想要改做不下去，你当然凭一个热情讲，我要甲冲，要甲冲。税改不是冲的，恁各位你看我做个台湾五十年，还是讲看我的桃园起来，我是安尼进行改革的。我要改革的时候，我要路边停车位，我先去做调查呢，我都要去路边调查呢，调查民众意愿呢，调查民众的观感呢，要加税爱去调查呢。我一个人做局长呢，我都要真真正正去邮局去车头。去问民众，恁感觉这安尼做好哩好唔好？民众发现讲好的时，我就一再甲馆长讲这个台依然推动，因为我去做调查的时，80%拢赞成，你唔做，你就违反民意。用安尼呢，做一个长官，唔是讲哇，伫咱食伫多多遐泡茶甲博分，啊，干呐伫咧拉链安尼，就会当做代志做会好呢，都爱老血老汗呢。我去做调查的时。马公未使干做桃园市呢，我拄爱车驶走去个新厝啊，走去个观音，安尼样本才会分散伫全桃园县，安尼落去调查讲，我推动这路边停车费，你感觉安怎？我一摆伫虎头山公园啊，停车场，我问一个律师，我嘛唔知伊是律师啊，伊都入去车底，我怎啊讲？行对来讲，拜托诶，这個、先生你甲我填一个表。你看讲哇，这要创啥？我这要做一个财政改革，咱地方财政吼真困难，啊，别改革要增加咱的收入来建设咱的地方呢。啊，看下怎填填，伊做律师啊，才知讲伊是律师啊。啊，伊填了时才讲，啊，你现在做调查局、调查部、调查表，
我是即摆财政局长啦，我是感觉讲即爱来爱来好好大家甲民众做沟通。哎，我无迄个媒体来讲这代志，所以我就到处去访谈，用访谈表叫恁大家民众来听，听看恁的看法啦。即我的确询问了先，你阁会当个人发表你的意见？伊伫遐写啥物？蔡局长，你这个动作我出甘心的啦！你唔是土方官的人呢？你来这个所在做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一个表贴的到处咧讲访谈，伊讲伊足甘心，足甘心啦。所以我桃园市来再办的时候，我写啥呢？我是就是讲离开土方官政府，我一家去南崁吃面的时候，一个中国流氓南面开面店哦。一米爬来讲，哇！你这个人，我好像很面熟诶。我都毋捌看到你，我第一遍来啊。因为真的很面熟，不晓得什么时候看到你。哦，我讲是毋是伫电视看了？讲诶，是哦，在电视上看到，我拢定看。咱咧这里地方电台咧讲，咧讲管政府甲议会代志啊。因为你是不是什么局长？什么局长？我姓蔡。因为啊，你是蔡局长哦。用蔡局长。哦，你为了那个什么南崁完全做成这个代志，替阮南崁的人争取利益啊，争取权益啊，足甘心。阮大家足希望甲你见面，今日你来足甘心的，一碗面请你，你大概若对只贵，你做来食面拢免钱啊。到这程度呢？啊，我这人吼，伫美国赛车惯习，红灯拢右转，我绝对无咧讲红灯不能右转的啦。伊左边都不来车，你讲这咧跑，了时间，搁了油的。我一间吼。我路南崁这个交流道进入建国路，怎啊是庄敬路入去啊？啊，庄敬路出来时，要去这个大兴西路时，出来时，伫大兴西路遐看到红灯啊，无车来，我就右转了，右转过个两个警察伫啊，下来，哦，我怎啊落来啊？手伫美国的习惯，就讲两个手啊，放在后边。啊，你驾照拿什么？驾照贴了？一看蔡吉言，哇！蔡局长还是你啊，我要死了，不好意思，两个警察说不好意思把你拉下，你一定很忙，把你浪费你的时间，很不好意思。我叫开单，叫开单，用不好意思啦，长官，你在当局长的时候，我们都很敬佩你，为我们基层工作人员都争取权利哦，我们都很感动啊。不好意思，开单啦，我来讲，你若无开哦，大家讲我得款啦，啊，我已经无做局长半年较加啦，哦，唔通无开单，怎样甲开单？开单开去啊，也无通知叫我交钱，哦，可能甲付掉呀。你看，你若做一个好的行政官是安尼呢。所以啊，咱台湾民进的行政官都爱像我安尼。我迄本桃园市人啊，那迄落应该大家拢爱看。啊，可是我摕来遮，我已经绝版啊，摕来遮藏两三本，啊，有当时啊，人摕去看都无摕回来啊。我想讲一落，你听讲，民进党。是安尼做是变来选举。国民党的社会控制是真正严密，不三时都妇女会、青年会一直咧食饭，一直咧买票买票。结果你伫教育上，佫一直甲你灌输伊个中国观念，灌输伊个甚物有诶无诶物件，恐孟思想，拢会当控制你个行为诶。啊，选举诶时，人佫票佫买落，你就无啥赢，有啦，少数赢，吼。有当时会赢一两席，有当时会赢一两届，但迄毋是长远的。你参加选举是错误的路啊！啊，你参加选举是咧肯定伊，甲你通知的正当性。啊，然后民进党佫一再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要害死台湾人，所以咱拢无得接受。老实讲，咱这个论述，咱这个主张，若真正伫台湾安尼公开甲公共的时阵哦，差不多大家拢知影讲，咱才是正确的。吼、哦，安尼类型当然。咱伫另外内底，咱会足突出。其他的我都成功，正名正言未成功，民进党未成功，台独联盟未成功，干那咱才有机会。嘿，我想对遮来讲起来讲，是安怎台湾民进一定会成功。当然除了遮以外，咱成功的条件嘛真好。安怎讲呢？咱的论述正确，咱的策略是正确的。咱啥物策略？咱上面国美国甲纽约讲，你来。你个台湾代志要按照旧金山合约来处理。美国华盛顿 D.C. 的高等法院，伊判决迄五点内底就是讲，今后美国联邦政府一定要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来做对台湾的工作。
爱帮助阮国即群人，就是本土台湾人的代表，吼、哦、林志升等218人达成因的目标啊！咱先甲伊救出来，过来咱去连接日本，连接日本，日本究竟是咱台湾的一部国啊？完成政府敢若占台湾的三分之一尔，西部边洋这里六个屯垦区尔。但日本来伊并无统一中国，无统一台湾，嘛无甲台湾变成一个主权有主权的所在，哦，变成无主权的拓垦地的所在，是日本来个这个所在，中华高山族甲高山族降服了，甲整个台湾统一建立主权嘛。所以日本才是咱台湾人的母国，吼、哦。所以咱去日本，在这半年内底，我去日本三届。我感觉去日本三届，咱的成果拢足丰富的，出乎意料之外，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啊，咱的策略是完全正确。比较台独联盟，比较民进党，比较李登辉一下团体，会使讲继续扭动就对了。另外，咱个人无共款，无共款所在伫倒，一点较细腻的讲，咱这台湾民政府是群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啊，你唔是本土台湾人，你是本土台湾人，你得当公民证。有摕公民证的人，才有选举权甲被选举权，才会当插政治，才会上投票，有公投的时，你才有投票的权利。你唔是公民权，你是住民，还是居留证尔尔？你得居留证，你若无规划台湾，你无宣誓甲规划，按照程序宣誓规划，你就袂使参政，袂使投票决定台湾的前途啊。敢若咱这团咧是按照国际法来做诶，因其他拢想啥？哦，糊弄一场，中国文化的体就是安尼，咱拢甲无做伙，只要是台湾，拢是有权利决定台湾的前途，无迄个代志，你中国留外人想要？啊，要安怎替台湾人做决定？所以，咱的公民权利法案真明显来做这个区分。外口当然真侪人，我都理解甲接受。因啥呢？哎，我阮查囝嫁予一个中国流亡难民呢，啊，阮囝去娶一个中国流亡难民呢，安尼要安怎？这阿爸阿妈甲拆开，唔免。唔免提讲，你会当领居留证，但过六冬或者是十冬，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拢是正的。啊，你对台湾历史、对台湾的地理、甲台湾基本法、台湾的这个伫国际上的地位，你拢真充分了解。你经过笔试了，啊，你嘛要讲台语就是讲河洛客家，还是原住民，任何一种都会使。经过考试了，通过了。你就咱的基本法面顶宣誓讲，你效忠台湾，啊，咱就互你有公民权啦。那是安尼做的呢？不是，即马你认为讲，哇，大家拢同款呢？叫台湾，叫台湾人讲，忘了过去，忘了过去什么？二八事件，伊甲咱抬价骗价不留，八江内底甲咱屠杀十几万人，甲咱抬十几万人，才讲，哦，恁日本人甲阮南京屠杀三十万，完全无所。对啊，所以吼、哦，咱所行的路是正确的，拢有根据的，唔是像这个独立联盟，唔是像民进党，唔是像迄个李登辉的势力，遐什么旅游会啦，什么台联遐，安尼弄咧骗台湾人的。既然安尼啊，当然咱有成功的把握。而且咱的所有来受训了，初级班两三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高级班有一个较进步、较进一步了解。将来当然，咱若有政权的时，咱嘛需要有一个公共行政，吼、哦，就是行政大学。行政大学就是训练所有的公务人员，哦，不管是政务官、事务官，拢爱接受长期的训练，上少嘛一个月，上少嘛一个月啊，逐工上过一个月。安尼先哦，才我都充分把你的工作要安怎做好，唔捌签过公文的爱学安怎签公文，吼、哦，唔捌业务的爱去了解业务，唔捌法律规章爱去了解法律规章，类似安尼，这种爱训练，特别是财经人才，吼、哦，财经问题，吼、哦，这种爱去了解。
所以基本上啊，咱一步一步咧训练人才，吼、哦，真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这个学历的基础的人来接受这个训练啊。咱若先讲要做啥代志，头先李永成先生，咱的司法部长的工作是咱最重要就是转型正义，但是我就无讲。有五点我想要做，我伫我这本册内底，我的新书希望这个月看当出版无？吼、哦，我的新书是讲执行台湾的自治与建国这本册吼、哦。我那迄落先啊，拿出来才请大家指导安尼。我内底写啥？咱来先讲要做啥代。第一点，咱得肃贪。台湾无一个所在无贪污的啦，唔是无好的公务员，但迄个架构、迄、那个结构，就是要叫你一定要肃咧贪污。你若伫一个单位，你若人咧分钱，你无共摕，你无得生存啊，是咱来家谅解。但是有个人是进一步直接去咧共讨红包的，像吴淑君这款咧，贪污唔是讲讲政府单位内底贪污，伫民间嘛有贪污呢。那民间嘛有这贪污呢，公司行号内底，你做公司行号职员，哦，你伫买卖中间，你共摕回扣，这嘛是贪污呢。这到时的时，公司的行号的老板拢会当来告告你贪污。即种爱承案的，所以咱做人爱实在。我伫日本公司上班时，我上较无一个，较无一年，我就上十一个月尔尔，上十一个月尔。我面顶，我较早进前即个台湾囡仔即个吼，伊拢摕回扣，进出口拢摕回扣，我绝对袂收即个回扣。我足是公司行号来讲，进前迄个无啥人都拢有摕一趴两趴，你也袂摕。我不是靠去吃饭，我是靠薪水吃饭的呀。所以你那留起来，你艰苦钱我无甲你提，我是安尼做呀。所以我要走的时候，你迄话拢会传去个石田照上来哩啊，诶，耳康啊，诶，石田照是主管摩托上总门监视人，哦，啊，我部长是罗基上，我因对我印象最好，因为有人讲，哇，恁这个少年真优秀呢。要送礼会啊，歹收呢；要送钱啊，歹收呢。安尼呢，啊，认真拍拼做到要死啊。所以我要走是唔好走呢，讲你莫走，薪水虽然你开啊。迄阵我摕7500啦，我若要开，会当开到两万五左右啊。讲我要偌济钱，虽然我开，叫我莫离开日本公司啊。所以各位，你大家吼，咱咧教育咱的囡仔，咱一定爱足重要的个忠诚。你伫做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就是忠诚。哦，你伫这个民政府做来，你是忠于本土台湾人民，绝对的忠诚，未使三只手。爱养成好习惯，哦，这是咱的人格足重要的一部分啦。哦，和咱家己行啊对，拢有光；行啊对，拢有方向，话虽小，哦，这介重要。所以我就是。1981年去美国、去日本的时候，去考察时啊，我甲主管某都敲电话，因为我知影是你，因为啥？你既然对公司有忠诚的时候，你对人嘛是有忠诚啊，所以伊欢喜到要死的，因为暗古我某都甲你见面，伊无闲。哦，啊，另外一个我的科长，迄个辅导长伊伫求秀都无法度来，无法度甲电话讲讲的尔，无法度联，我无联络到罗志乐啥。不管哪，就是讲咱肃贪，这个物件足重要。台湾到处拢咧贪污，即摆现出是足济所在，啊，所以咱的工程拢做啊足歹，工程拢重复做、重复做，品质足歹，重复做结果就是无钱，政府的赤字足济，所以恁尽量爱肃贪。第二就讲吼，咱咧根据咱的文化的背景来改革咱的教育制度，甲咱的教育的内容。所以我有讲过，咱从来不要用汉语，小学、幼稚园拢无要教北京语，甲高中。有可能予你选修，要练书法的，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会当去选修汉语。当然啦，大学一定要成立中文系安尼吼，中文系，因为啥？有一部分你嘛爱去研究，因为咱要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你一定要对伊有了解吼。但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讲咱要去接受伊汉文化，接受迄个落伍的中国文化，希特勒。在1930年来讲，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啊！啊，咱台湾人稀罕干呢？哦，讲伊是汉人啊，汉化了讲伊是汉人啊。啊，所以吼、哦，这是咱悲惨历史的开始。这60几年来，咱会较悲惨，
就是咱汉化了，家己想讲你是汉民族啊的人啊，你就高人高高人一等啊，回过头来去取笑迄个原住民。啊，想讲你即摆用这个眼光啊看，原住民比咱较好，比咱较优秀，比咱较有坚持，伊绝对不爱接受汉文化。你汉人来，我来甲你斩头，照骨气。所以咱即摆一定爱甲原住民100%以上爱甲伊尊敬。爱家讲讲，恁有骨气，恁过去你做一台湾人的骨气，会遐充分表现出来，是安尼呢？所以我对原住民，我讲我就爱，因为我的祖先，伊讲伊是汉人啊。虽然咱是汉人，讲过讲咱是汉人，汉化了讲是汉人啊，这是不对，绝对不对的。啊，人原住民伊绝对无想讲伊是汉人啊，伊虽然也讲伊北京话，但伊不爱讲伊是汉人啊。啊，咱并无做就是安尼，对不？还伊讲歹人啊，对不？伊讲汉人是歹人啊，结果咱。咱即个伫数典忘祖，咱真正违背了咱祖先伫数典忘祖。平埔族的人是安尼，汉化了，家己无承认讲伊是平埔族，干来讲伊是汉人安尼。后摆伊讲是汉人，啊无想讲汉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啊，西汉家呢，西汉呢三千多年的迄个文化杂草，诶，这个文化吼，诶，迄个内容啊。所以咱绝对不爱去学汉语，小学生、幼稚园拢免去学汉语。第三点就是讲，咱来发展有机农业。咱的产业政策内底一定要重视农业，以农业为主。以农业为主的时候，不是讲咱就不爱工业，咱嘛爱制造业。一个国家若无制造业、无农业，绝对无成一个国家。但国民党这个中华民国来个台湾，就个把咱的农业灭农，而且呢，制造业伫这十几年内底拢走了了，拢回去中国去咧投资，把咱的资金摕下咧投资。吼、哦！啊，互咱遮掏空，啊，足侪人失业去自杀，这不对的。啊，另外，就讲咱将来要废除一寡无合理的税关，吼、哦！啊，咱的财政金融的政策，伊要辅导咱的这个生意人，伫国际化，变成国际企业。咱有荷兰安尼，荷兰小小比咱较细，34,000平方公里的所在，佫足侪拢是低地的所在，结果伊伫世界上的商业活动。足活跃，台湾都爱有荷兰安尼建立一个商业大国。啊，商业大国唔是关起门来家己撑好康啊，是对世界去，走对世界，走向世界。啊，咱才有法度进步。哦，爱有世界观，培养咱的囡仔爱有世界观。所以咱将来对这个幼稚园开始，小时候二年级两岁以上，咱都有这个幼稚园，哦 ，the nursery school 开始就教英文，开始教英文。Nursery school 是两岁到四岁，啊，四岁到六岁是 kindergarten 和幼稚园，对两岁开始就要甲教英文，找美国来甲咱教英文，迄音正会正，哦。然后就是咱来进行咱的国土规划，哦，环境保护、森林富裕、甲景观维护的工作，啊，即足济代志咱来做，甲台湾建立一个变作一个真先进的国家，咱一定要甲咱的。民政府的官员一批一批送去纽西兰看，一批一批送去日本看，哦，琉球上近呢，哦，啊去澳洲看，当然美国嘛爱去看啦吼、哦。但是看来看去，地形建设、基础建设上好上在纽西兰、日本、澳洲，哦，先尘不染，特别是纽西兰，纽西兰农业值得咱学习。纽西兰的农业就是咱50几年前、60年前。咱传统的农业，应该动物的排泄物跟人的排泄物混在一起，每一个农家拢有肥料工厂，伊就无化学肥料工厂。每一个农家拢有肥料工厂，漫山遍野的牛羊，漫山遍野的牛跟羊，伊排泄的物件，特别是大便，伊会打起，伊即番吼过一礼拜还是两礼拜，伊就用一个机械去甲吸起来，吸上来。吸上来先，提上来厝的家的工厂，甲人的家畜的这个大小便混在一起，去给它消毒，制作新的肥料，拢是有机的。啊，去下到伊的菜，下到伊的这个牧草内底，啊，用这过来饲羊饲牛，拢无污染。纽西兰的环境保护甲啥程度？我伫海边，南岛甲北岛两边，我拢去海边洗，拢无闻到臭鱼味。无看了垃圾，无看了塑胶袋啊！你看咱四周的海，到处拢是垃圾，到处拢死鱼仔味，
所以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替咱做啥代志？那行，做无代志呢？无心经营这个所在，无心为咱的民众来服务，所以啊，咱早晚，咱一定要达到咱的目标，把伊请回金门妈祖，也是南京、北京。多谢各位，谢谢。车起立，起立。楼下吃晚餐。